然后，谢谢。还想不想见面呢、啊？不够大声。好，不知那日，再一次想不想见面？再想见。真的哈，好哇，什么？英文哦，都不知道，我特别练过的。上次瓜哥一直盯着我，我必须马上练。Goodbye my love， 很棒哦，谢谢啦。哦，大家够热情的，好嘞，我马上热起来，啊，我烫一个啊衫的。不理解，来，谢谢我们工作人员，谢谢，我一定啊，平静下来，是不是要再热一点？好，那呢，带来也是日文歌曲，那这首歌呢，是我的偶像泽田研二的歌。那他不管呢，七年代，他也在七年代很火红。那我今天带来这首歌曲呢，就是。他在七年代非常的经典的一首歌，然后呢也有翻唱过中文歌，是我们崔台青小姐所翻唱《风》，日文哦叫卡丁尼西安阿嘞，啊，看我听过，有哦，风我听过啦，啊，卡丁尼西安阿嘞，你我听过啊，所以我带这条卡丁尼西安阿嘞献给大家，啊，蛋姐，我先搞坏了，麦架调了，小少一寡时间嘞哈。好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OK， 然后呢，最经典的来了。帽子。先让我上身一下。好。还有人打我。上身。哇，他打到你们外面。帮我鼓掌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吗 ？OK， 那我们开始。老师一到，姐。
Thank you.